大熊猫已经濒临绝种，它们在森林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。目前只有约1600只大熊猫在野外四处挣扎求存，它们的存活就靠我们和中国政府的保育项目。我们训练当地人保护大熊猫，并且森林开辟通道，令大熊猫能够互相联系、繁殖和生存。我们的工作极之需要你的支持，每个月只是$100，你就可以象征式助养一只濒临绝种的大熊猫。即刻打电话来2529-9329，你的助养野生大熊猫礼品包象征着你为熊猫保育出一分力，入面有可爱的熊猫公仔和限量版环保袋，还有世界自然基金会环保季刊生命之源的一年赠月，以及每年三期的大熊猫最新保育资讯相片和海报。请你助养濒危的大熊猫，令他们有更美好的将来。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礼品包是一份很有意思的礼物，你亦可以自己助养，为大熊猫的保育工作出一分力，每个月只是$100。即刻打电话来2529-9329，或者登入 www.panda.com.hk。 多谢你的支持。